我看过人家洗，就是像这样子，然后就开始刷。你会感觉到我刚刚的清洁剂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效果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刷出去的水是脏的。这个妈妈油漆，那个应该是你们的指甲油。好，我们洗完第一遍了，然后觉得还是很脏，所以我们来换第二遍。这是要用洗衣精和漂白剂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刷咯。好，会不会痛？有没有哪里痛痛？没有啊。我们来去洗，去那边洗。爸爸帮你开水。你让他，你让他站在上面了。爸爸帮你开水管好了。还是你有没有吓到？有啊！啊，好痛，好痛！妈妈别拉太紧。好，另外一边。这水好酸啊！喷湿。我要喷这个，我们要喷。要喷湿的话，你干脆就。翻面吧，我来刮，好，我
哈哈哈哈断掉了，我帮你去拿别的，针灸断掉了，这怎么办？正在我准备要刷的时候它断掉，不知道是我力气太大还是它太烂了，你看感觉上像是生锈了。我拿了外面的扫把来扫，这是一个大天才。那就交给你啊，把它刷出去。好烦哦，果然还是不能放外面，风吹日晒会断掉。先冲掉的时候差不多，衣服一样都湿了。衣服一样了。上次是屁股摔倒，这次是鞋摔倒。洗地毯好玩吗？好玩。小朋友最喜欢玩泡泡了。好啦，有机会也可以在家里帮忙爸爸妈妈做家事啊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的鞋太冻。